这个光泽就绝对不是现代的，虽然它整个面都被抛光过了，原本的氧化层已经不是这样子的，可是你可以看它的光泽跟现代青金石的光泽完全不一样哦，绝对是不一样的。然后这个还能看的地方有在线条，用放大镜观察线条里还是能看出解玉砂的质感。这个手工雕刻的就是这样，然后再加上氧化的话，它那个凹凸不平的表面，其实它这已经是抛光抛的非常平了，你看到的凹凸不平都是很细微的，真的是已经抛平了。反正这一看就知道是清代老的手工雕刻的，不然不会这么丑。现在随便做线条，包含底下的那个刻痕的地方也不会这么丑，这都已经表面做抛光磨平了，还这样凹凸不平的，真的是很惨。一看就知道是老的，有什么？这有什么好不懂？品观音。